事情，我们不先回家，然后讲一讲一些一般家庭里面会遇到的问题，然后再简单的去介绍大家怎么教育自己的四个指令，就是 sit down hold no 这样子。 sit 就是坐下， down 就是趴下， hold 就是 stop 停留的意思， no 其实是在家里面经常都要讲的一些可能来的。然后现在我们去第二页，就是其实像这里讲的一些狗狗要注意的，就是比如很多时候主人都会带他的宠物去兽医院的，对不对？很多时候兽医院的医生不小心就会给狗咬到了。其实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狗狗其实去到一个新的环境，它会很紧张的，而且也是因为看医生的时间很短的，没有在家检验几个，他去适应这一个的环境的改变，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有些事情主人有空的时候就要跟狗狗去追做的，比如有空的时候去跟他玩一玩他的牙签，就是这样子，比如狗啊这样子，你就把他的嘴巴剪开，把手伸进去摸一摸他的牙签。你要知道，因为你是他的主人，基本上他不会咬你。如果他咬你的话，你要舍得一个 command 给他，就是 no。只要你讲 no， 他听懂，他基本上不会咬你的。所以就是这样子，而且就是有时候你看医生，会给他吃药，结果时候也给，其实也是一个训练来的，就是把你们很喜欢给的零食，把它切到像药丸这样大小的，放在手里面，每天做一些些简单的训练，不用多的，可能一分钟左右就已经足够的，只是时间就这样给他去吃。然后如果真的要去看医生，你把药丸放在这里，这样给他，他就会慢慢去吃了。其实狗很简单的。他只是一个习惯，或者是你给他的一些指令，他接受了，然后你讲给他，他就觉得只是零食来，他没在狗的概念里面没有药，没有药这个概念的，只是我们人类才有的，所以做这个，那就会避免了我们不必要的一些麻烦。好，然后就是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因为狗跟狗之间其实也有一点点小小的礼貌，就是 never 走。不要跟他眼对眼的这样摸，我们人类没所谓，但是如果狗比较凶一点的话，你跟他这样眼睛对眼睛，其实对他来讲是挑衅他的一种行为，有可能会发生。如果这只狗还是可以让你掌控之中的，它会吠你；如果不行的话，它就会直接来咬你的，所以这个要注意。但是如果这里如果有养狗的人，其实可以回家去玩一个很好玩的游戏，就是跟你的狗怎样对骂，你可以在心里面数大概一二三四五到十秒左右。如果你会发现，你家里的狗如果把眼睛慢慢的闪开，还是怎样长眼睛的话，那就代表它已经是你是它的同伴，它是你的 companion， 就是这样子。什么？然后就是在这里，就是你要去试一试，就我们就再开始讲一讲一些一般养狗的人会遇到的一些小问题，就是大小便。大小便其实每一个主人，不管你养的是什么宠物，你都要知道，这是我们生物里面必须要的过程来的。但是动物的话，它也没有大便跟小便这个概念，只是我们人类才有，所以。大便跟小便，我们会觉得我们不能去碰这个动物，特别在狗来讲，这是它们一种地位，怎么说去表现它地位的一种方法。我曾经在外国的时候看过一只狗，它会在它的食物里面小便，之后它还是会吃回它的食物，那就是代表在它们的观念里面没有大小便，而且大小便对它来讲是一个，只是我的东西，我去做一个。细菌只是我的东西而已，所以这个时候主人又要有很清晰的概念去处理这一件事情。而且就是如果在内容里面我会讲，就是比如你出外之后回来，看到你的狗在你的家里面已经大小便，我发现有很多人都是会这样子，把他的狗赖过来，然后就指着跟他指着这个地方，就说他大小便，因为他是已经在不精确的大小便，对不对？但是你这一个方法，其实你会引起狗的另外一些行为问题的。其实我们都是这样子的，比如我回家，我的狗真的这样子，我这样跟他讲，哎呦，你要给东西我做了，我就这样去清洁而已。清洁完之后，
这什么事没发生？因为为什么这样子？其实有一点，就是你他拉小便的时候，你没有看到，对不对？那就是代表他都基本上不知道自己做错什么的，所以你一回来，你就打他骂他，怎样？他基本上受损，有损到，哎，我的主人一回来，他就会骂我，然后他就想说谁，两个人就是我 welcome， 我欢迎你回来，然后你跟急着这一盘东西，他对他来讲简直是一坨东西而已，不知道是什么，你就骂我，然后慢慢的他会把这个他自己的大小便就会清了，所以为什么这锻炼者是其中原因之一，但锻炼是为什么你们会看见你的狗吃大小便？有可能是这个原因的，所以你们要注意这一个东西。然后就是最后就是乱吃便、乱咬东西。乱咬东西，首先就是搞它的 K 了，它是一个 K 了，它有个很大的犬齿，对不对？这是它们天生的本能，咬东西。但是为什么会咬东西？有可能是从小，因为狗。如果很多人带狗回来的时候，它都是一只小狗。小狗的话，它有很多的能量要去发生，但是你把它放在家，多人它就找东西做了，而且它基本上不知道什么东西不可以咬，你没有告诉过它，对不对？所以当你的狗狗一回来的时候，你要告诉它什么东西可以咬，什么东西不可以咬，这才是重点。有些人是这样子的，狗狗首先回来就跟它玩了，很多人是会用手。去跟他玩，对不对？因为他怎么少了一只狗狗去咬，哎，没所谓，只是做咬，对不对？但是当他大了之后，他还是会去咬，因为对他来讲，这是他的玩具，不是你的手，他们不懂得分的。所以第一天开始，你就告诉你的狗，什么东西可以给他咬，什么东西不可以给他咬。还有第二点就是，有些人会给一些主人旧的衣服，比如是袜子这样子给他咬。其实你也是允许你的狗去咬你的衣服，因为它基本上不知道只是旧的袜子，只是觉得也是我的玩具，所以这个时候你要一拿回来，你就要很好很好的去跟他讲，这个什么是可以咬，什么是不可以咬。如果你真的这么好运，看到你的狗在咬东西的时候，只是你不允许的，你就第一件事要做的不是骂他，就是跟他讲 no， 然后把咬的东西拿走。然后这一点最重要的，拿走之后，他可能很可能会看这里。你不要去摸他，你去摸他，你就 reinforce， 就跟他讲，你可以去咬。这个时候把这个弯他不能咬的东西拿走，回头就走。15分钟之后再跟他咬不动，因为你们有一个概念，一定要知道，对狗狗来说，什么是对他最大的惩罚，就是你离开，就把他孤独的一个留在。Isolation 是狗最大最大人生最痛苦的成分，你打它对它来讲可能是一个互动来的。有时候狗会觉得我跟你的互动已经很少，但是原来你回来你打我对它来讲也是一个互动的，这是我从它自己的反面去想的，所以不要经常去打狗，结果对它来讲是一个互动，而且它有的行为基本上很难去改的。这里好吗？然后就是乱吠，吠也是狗的一个天生的歌，听天生的歌，听天生的歌声。而且吠基本上，今天很多养狗的人，你去问他为什么你要养狗，他会给你一个很简单的答案，就是我觉得他可以保护我，就是因为他这一个吠声。所以这一个吠声，我们只能跟他讲 no， 让他去明白不去吠。但是我们不能躲着他天生的一个个性，而且我们训练的时候也没可能躲着他这一个个性的。但是怎么让他不吠呢？就是比如，我的狗狗在这里，突然看到这个东西在吠，我急了，怎么样就跟他讲 no， 然后就走，不要去摸它，就是这样子。然后他就会慢慢联想到一些事情 no， 就是我最大的成分就是一个人。所以什么事情都好，只要你能讲完 no， 就不要去摸你的狗。但是当然了，当他走过来跟你玩的时候，已经是另外一件事情了，你就可以再跟他平常的互动。还有就是，其实乱吠、乱咬东西、乱大小便，也有可能是有一个很简单的行为问题。其实应该你们都听过，就是 separate anxiety。
翻译焦虑症，分离焦虑症，对，其实因为这一个症状，就是因为狗狗回来之后，主人呢、啊、很多时候跟它互动的时间太多，只是跟它互动的时间太多了，就是跟它玩的时间太多，让它觉得不能没有哪里走了之后，它就会有很多很多的事情会发生，肺啊、咬东西啊、乱大小便啊，嗯，还有就是抓门。我们这就是他有的行为来的，所以这个主人真的要特别特别的注意。然后就是刚才我们说大小便对不对？比如你一只小狗刚刚回家，其实每一只动物，你把它搬从冰它本来的地方搬到你的家，对它来讲这是一个新的环境，你要给它时间去适应这一个时间。但是这个时间多少呢？有可能是一天、两天或者三天。在这几天里面，你把你的宠物放在你的家，就是这样子，它可能就是这样子，一个自己这样趴下来还是怎么样都好，你尽量不要去跟它有太多的玩，不然的话，其实对它来讲，你是在疏远它的，只要慢慢，大概一天两天，它会自己走过来跟你玩，这个时候才开启一个更加多的互动，这样就是最好的。但是当他来到你的家的时候，有一些事情你是必须要做的，就是因为你去养一只狗啊，它是一只生物来的，你要给它吃，给它水。当他来到的时候，你还是要教他去哪个地方大小便。怎么？他还是有一个人，比如这里有一只狗，它是生来的，不要去管它了，它怎么喜欢在这里发呆也好，几天的。然后如果它要喝水，它会，你告诉它水在这里，你挤一挤，它其实也会看到的。然后吃饭的时候，就是给它经常的时间，比如你晚上给它六点到七点之间给它吃饭的，你也是给它吃饭啊，吃完饭之后的半个小时之内，就带它去它要便便的地方。但是这一点是有一个比较你们要很有耐心的，就是因为它还是一只小狗，第一天到你的家，然后比如你要带它去这里便便，我就是垃圾狗，然后你带我来到这里，我便便，我不知道你说什么的，因为这也是一个训练对我们来讲，所以你现在讲的卡妈，一般来讲我会用便便便便，然后你就跟我讲便便，便便，其实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是真的。但是你要很有耐心的，你跟哪只狗在这里，就跟他讲，便便啊，便便便便。然后有可能因为它是小狗来的，可能还是不太懂的。其实你可以去做一个动作，很简单，拿一些温暖的水，拿一个柔软的纸巾，温暖的水，暖水啊，去擦它屁股。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契机，因为每一只狗妈妈。他都是这样去亲近他的狗狗，去大小便的，记得要很轻柔的去擦他的屁股，不要太大力了，不然他就不知道又一下打他。讲到这里，其实我们一般要注意的事情其实都差不多。还有一件事情我一直都在强调的，就是搂着一个卡妈，就是其实每第一天他来之后，你就要告诉你自己。他什么事情要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的时候 ，no 这个字一直都在你脑中要记得的。因为我们学的时候要求我叫我自己的狗都是 no， 可能你们习惯不，是不是不？不，总之怎么样都好，结果卡妈一定要短之外，还有就是低情的，比较比如我会骂我的狗就是 no， 就是这样子。那我在这不用理他，你是最大的成分，不用打他。真的，我在强调不用打他，也不用打我。好，开玩笑。然后我们就开始进入另外的，就是他的一个简单的训练，就是 sit home come。大家解释过的部分好吗？就是在另外的一页第三页里面。但是当你们要训练你们狗狗的时候，有一些是问题，你们要注意的，就是。零食跟他喜欢的玩具，还有就是你们的语调，要有三个语调，就是 no 的时候，我一直经常讲，你可以发现我其实很大声的去讲，对不对？其实我们也可以去练习一下，因为有可能只要有养宠物的，应该都可以遇到这个问题。
比如你的狗做的不好，我就跟他讲 no， 你们可以试试的，真的 no no 呀、yeah ，就是这样子。因为你可以发现 no 的时候，其实你是很担心，就是给他一个 alert， 哎，原来我这样做你不喜欢的，他就会知道。然后如果你要你的狗去 sit 还是怎么样的时候，就是一个比较平稳的语气 sit down。怎么样？就是讲，就是当而且你能积极的语音肯定，然后就是有一个你的狗做得很好，你要去奖励它。奖励的时候，当然我们也给它食物，但是重点还是，因为狗是它是 animal， 它是一派它是团体的动物。它要当它来到你的家的时候，你要给它知道你我就是你的主人。我就是 talk。所以这个时候他做得好的话，你就要奖励他，怎么样？就是 good。然后一听到这三个语调，我都是有不一样的。当你们怎么讲呢？你们自己决定，可能你们会讲好，还是怎么怎么样，你们决定。但是这一个，这三个语调一定要给他知道的。然后就是，刚才讲过，要给他一个他喜欢的食物，他最喜欢的玩具。然后就是刚才讲一个三个语调，但是有一点注意的就是，我刚才讲要预备他喜欢的零食，这些零食只是用来训练用。你平常在跟他玩的时候，这些零食尽量不要在他面前出现，你不明白？因为为什么呢？其实很简单，他也是他会联想到的。比如平常你给我给这只狗七块十七朵人的，然后现在我们可以在店里面买很多很多不同口味的食物，可以的。但是狗，第一只是它主要的感官来的，其他都是它其他的感官它都会用。但是如果你有养狗的话，你可以再去留意一下，比如你平常给它的狗就觉得不错，对不对？如果有一天你可以试试看做这个实验，就是有一天你把狗人放在狗房拘留里面去看一看，特别香的，它会特别开心的去亲。其实你可以看到，基本上都是同一种狗人来的。所以他们就是用鼻子去，他们的主要的感官来的。有没有问题？好，然后就开始我们的训练了。看，这是一个可以说是最基本的，要他过来的一个，比如狗在这里，狗叫什么名字都好了，果果，比如狗叫果果，那你就是要怎样子很开心的，很开心的，你都要去跟他讲，果果，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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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你可以看到你的心跳是越来越高，因为这个 high pitch 对狗对酒来讲，它是很喜欢去接受的一个 high pitch， 那就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你发现，然后他过来之后，你就在跟他面前跟他讲，给他食物，看，就是这样子。就给他食物，然后去摸一摸他的头，就是这样子。然后看过来之后，我们当然希望他是坐下来了，对不对？坐下来就是 sit， sit 呢，我们都是用饮食。首先就是一只手，用一只手握着饮食，就是这样子。但是因为我都说他的嗅觉很灵敏的，那他会你从前面的头开始去引起他的注意，然后放在鼻子这样。然后他会知道，哎，这样啊，所以这是好的东西来的。然后就跟他到他的鼻子他的范围，大概到这个部分吧。就他已经开始上桌的姿势的时候，其实你要知道，这个是第一期的开始，他不一定是桌的姿势，但是已经是接近桌的姿势的话，你就跟他讲 sit good， 这样给他吃，然后慢慢多做几次，他就会联想到，哎。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来的，就是这样子。然后 hold 就是要他停留在一段时间。有很多人，其实你们也会从电视看到，你干嘛这一只狗可以停留在一个店的门口等它的主人这么久？其实我们都是训练，但是训练不是一开始从最短的时间到最长的时间。一般来讲，我们第一次的话，我们会先数五秒开始。加上去，加到你想要的时间，这是跟他 sit 之后，你就跟他讲 hold 就是这样子，然后记得一
我们都是一只手拿着灵气，一只手给他 command， 因为一般来讲，我们训练的都是回 language 语言跟一个手势去跟他做这一个训练的。那个时候，你的手就跟他讲 hold， 食物还是在这里。其实这个时候，他的眼睛、他的背子看的是你这一只手，你还是这样子，记得这样子 hold， 然后你先他起数一。二三四五五秒，也有一个距离的跟他，然后还是 hold， 然后慢慢的走到他面前，再跟他讲 hold， 交给他，然后跟他讲 good good， 就是这样子，这就是 hold。讲到这里，是不是觉得很简单？好 ，hold 之后我们就单单这一个呢，也是可以他 hold。之后就也可以叫他单的，单是怎么做呢？当他已经是 sit 的，不是，当他已经是坐下的姿势的时候，你就跟他手、食物还是叫他的鼻子，因为其实这个时候他注意的都是你这个 fit 的，你这个拳头以内的食物，然后就是这样，慢慢慢慢从他的鼻子这样开始慢慢递下去，然后。低下去之后，你的手上后，你整个人上后走，这样子。但是我可以跟你们讲，当你们做单这一个 position 的时候，第一次他一定不会是单，但是你要注意，就是如果他有人去找，对不对？他人去找回，后脚不要让他动，他会这样的时候要回到 sit 这一个 position， 然后再找单，然后就这样子。当他发现有一只脚已经开始，那就是代表已经开始成功的第一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再给他食物，因为他是接近单的姿势，不可惜，因为没，除非他是天才，不然的话，应该也不是没。好，讲到这里，单已经完成。然后，其实如果你们有讲义的话，其实我一直最后我是讲 low 的。弄的基本上就是我一直都跟大家讲，说每一天你都要讲很多很多这个 command， 所以他会听懂的。其实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狗狗已经讲到完成了，但是有一点，有一点你们要注意的就是，每一天开始的时候的第一步，你跟你的狗狗都是可能是最困难的，所以你要用很多很多的耐心去做第一步。而且我想讲的就是，其实你可以听，留意到我一直都是跟你们讲 command， 为什么我不会跟你们讲是教他去做去试，因为是这样子的，每一个动作都是狗狗天生会有的动作，我们要教他的是要听懂我们的指令，那就是 command， 那就是这个 command 要去做这个动作，就是我天生我都懂得做的，你不用教我，只是可能我听到叫我坐下我才能坐下，原理就是这样子，好不好？明不明白？ OK， 那 K 奶的部分我们就完成了。你们有没有有关什么问题？还是再继续下去吗？还是要怎么样？OK。
但是到现在今天为止，很多考古学家还是认同的一些研究，就是今天我们的家猫，我讲的是家猫，它的全化石都是从非洲野猫开始的。如果你们有兴趣，其实可以在Google Search 也有很多的。而且最近的南京农业大学也做了一些有关猫科动物的全化石的，所以这里我也不多讲了。然后其实猫目的为什么有训练猫这个目的呢？其实就是猫，其实很多人可以养猫，其实这里养猫的是不是全都是养猫的？我看到有一只很可爱的猫，我不知道应该睡觉吧。因为其实很多人喜欢养猫，有可能因为觉得它不需要打理，因为为什么？好像它就是很厉害啊！我一把它带回家，把猫盆放在这里，猫砂这里，它大便完之后就会捡起，对不对？很多人都觉得猫天生是很爱清洁的，就是这个原因。去养猫，而且觉得猫很高傲啊！哎，我不要天天理它的，它喜欢就过来捡起，我要躲它就好了，不用理它，是不是？所以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很多人都可以去养猫。其实不论你养的是狗还是猫都好。其实有一点你要注意的，猫跟狗完全是不一样的动物。狗是一个不团体的动物，它要主人的认同。猫它天生它的部落是 isolation， 是独立的个体来的。但是在外国也曾经做过一些的研究，就是 in winter， 在冬天里面。如果有人养的猫，他们都很愿意一团的来食物，那是因为天气的关系。但是光夏天的时候，他们还是爱会独立的去食的，那就是他们本身的不一样。而且有一点就是，其实猫我们很难说是可以去，很难可以说是臣服一只猫的，因为猫可能。不然你们就不可能能够喜欢它这么高傲的个性，对不对？好，然后就是现在我们还可以讲一讲训练猫的一些猫你们要注意的一些事情的。猫基本上它耳朵它的听觉是很敏感的，敏感到什么地步？比如你回家开灯，其实你知道从开灯结果灯开这一段路。我们是不是叫电路？这一个声音，猫都可以听到，我没办法听到，它可以听到，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养猫的人要小心一点，就是你跟它去玩的时候，声音不能太 high pitch， 不能对它来讲是一个骚扰，而且猫也比较敏感的，就是有一点点的改变，都可以让它忽然有一点很神经的跳来跳去，跳来跳去，怎么子？好，然后就是其实猫也有它的 socialization， 一个叫做社交期的。猫的社交期只有五个星期，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它从出生之后的第二个星期起计的，五个星期就是到第七个星期。哎，这里不好意思，因为我打错东西了，应该是从第二到第五个，第二到第七个星期，这里麻烦大家变成是一个七。然后，如果在这五个星期里面，小猫可以跟它的养它的人，还是跟人类有很多互动的猫，基本上这只猫，你会发现，哎，怎么这只猫会跟狗狗一样，长大之后可以让你摸的？其实很多原因就是它小时候已经跟人有很多很多的互动，而且有研究发现，在这个我们叫最理想的社交期里面。妈妈如果可以跟人的互动，每天有十五、三十、四十五分钟这样多的话，它基本上你可以发现这只猫，让你磨是没所谓的，让你磨多久都没所谓的，对不对？如果你们在这里有养猫的，发现妈有时候它过来，叫什么名字？要你来摸一摸它的时候，它会想走，因为我在养猫，但是它可以。很短时间的，要看每一只猫都变。有些你摸它上星期的时候，它就这里，对不对？是，所以就是因为这只猫在这个我们叫人七个五个星期里面，跟人的互动比较少，就会有这一个情况。好，讲到这里，我们就开始进入这个一些要注意的事情。在
这里我可以跟大家讲怎么跟你的猫去训练它 sit 跟 down， 但是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刚才我讲狗的时候，你会看到，比如我的狗在这里，我可以让它 come sit hold down， 其实我是一连串的怎样做的，对不对？因为其实在现实的环境之下，如果你的狗跟你的互动性也很足够的话，你可以一连串怎样做，也可以分开做。但是猫的话，一定一个一个来。首先要它做好 sit， 然后就 down， 往 move， 往活着更加多的动作，这里也没有问题。好，谢谢。然后就是大小便，我们再讲一讲一些很多人会遇到猫的一些问题。大小便，其实刚才我都有提到，猫基本上哇怎么好，我把它放在这里，它就可以自己，然后只能自己蹲着。然后但是也有出现大小便不进去的问题的，为什么呢？那就是我都讲过，它是天生很敏感的人，只要有一点点的改变，对它来讲就是翻天覆地的改变，它要再去 investigation 写一个文件。他就是要再去看看这个环境，比如搬家对他来讲是一个环境的改变。而且就是猫砂，其实现在宠物店里面猫砂的味道有很多，本牌子那牌子牌子也有不同的，比如今天平常你是用红红 A 的，哎，你夫人我是主人啊，我发现喂 B 今天做婆婆手我买一包回去给他吃，哎，谁知道原来他不喜欢婆婆手的，要进站再买，就是只一个改变，它也不可以，也可以引起它的大小便。而且有一个问题，就是猫基本上它天生是爱清洁的，除非你是做一些环境的改变，还是什么样的改变，不然的话，它有可能是身体出现问题，就是有人尿毒炎、解释问题的话，带它去看医生，结果医生才能帮到你，明白吗？好，还有一些问题，我在这里带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猫，如果你因为我发现不是每一个养猫的人都可以带他的猫去接诊，是不是接诊？如果是公猫的话，它有可能是因为占地盘而不健全的大小便；如果是母猫的话，刚好是发情期的话，它就会乱大小便，因为它有性瘾。我的男朋友过来。好，讲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好。主人在清洁猫猫的时候，或者在清洁狗狗大小便的时候，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你的清洁剂不能有 ammonia 这一个成分，因为 ammonia 是很接近它们尿尿的味道的。如果你们清洁之后，其实它有可能还留在原来这个位置尿尿的。好，然后就是，其实如果你们有看到我这一个讲义，其实我也想答应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是不是有听过狗有刚才讲的 separate anxiety 啊，分泌焦虑症？其实猫也有这一个的，但是我不知道你们多不多，但是在外国我是有看过这些例子的。它其实也会不精确的大小便，而且有一点，有些时候会跟狗一样的，狗会吠会做嘛，对不对？它不会吠，它会喵。而且会做嘛，这就是不精确的大小便会引起，这就是分泌焦虑症会引起的原因。但是如果你发现你的狗是因为分泌焦虑症的话，其实你可以去帮它做一些些的训练，把它慢慢一天一天去减退这一个东西的，这样它就可以慢慢慢慢的减轻，等口味改进过来。但是重点是不是今天做了，今天就好了，就是。一天的去改变，其实我这里也要跟大家简单的去介绍怎么去做。比如你发，其实这是主人可以知道的。比如，如果这个情况的话，你的猫跟你平常的互动应该是很多的。只要它见到你出门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特别特别的感觉特别的紧张，环境会特别在你附近啊，还是在门口啊，走来走去这样子的。这样的话，那就是有可能你的猫有。焦虑症，这个时候你回来的时候，回家的时候，你跟他可能平常回家的时候跟他有互动的，这个时候不要跟他有任何的接触，15分钟之后再开始跟他有互动，这样慢慢一天一天减退一点，可不可以？
林医生要注意的事项也是可以，然后就是还有一点就是妈，有时候有人会跟你讲，邻里会发现，干嘛？我的妈，我很忽然很怕见一个人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没办法。如果可以讲个原因，就当然就好了。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只知道他要我去他的家，就说不知道怎么很怕见人，没办法讲个原因。其实有可能是他小时候给这一类的人欺负过，所以在他的一般他的脑海里面就很怕这一个人，是这一个人。如果你发现你家的话很怕，特别怕某一个人的话，可以请他来帮忙，帮他去减退这一个人的害怕。就是但是做这一些东西之前，主人要做的事情就是也是给他猫喜欢的零食，还有就是最好有一个猫的笼子，它这个灰，或者我看到它很好啊，它的妈妈是有一个有个兄妹的。其实猫都是需要去留个听过，老猫有没有听过？对，猫都是需要留的。如果你家有养兔子就可以留的，就是这样子。所以你做这些训练之前，我们要肯定的就是你这只害怕人的妈妈不会走很远，所以我们就要空翻，就要把它活动的范围设计在主人可以控制的区内，比如可以把它放进笼子去做这一个的减退，就是要它怕的这一个人跟他妈步入在同一个空间，但是这一个空间其实主人是可以知道他到底有多远，因为当时的情况才知道。然后当他怕的时候会很紧张的时候，当他平静下来之后，如果他可以接受这一个阶段的，就给他食物，然后就开始再进一步，可能妈也走一步，人也走一步，就是这样子一步一步，直至到他怕的那个人是可以给零食吗？如果可以摸到就更加好，这就代表这个害怕的人已经减退了。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我们就只有就是 sit 跟他。其实我都还是要强调一点，就是妈基本上坐上跟趴上都是要天生会懂的，要听懂的是我们给他的口令。坐上很简单，我这里讲的只是一个简单的介绍，就是比如你跟你的猫互动是已经有很多，因为你如果看到的就是我要你们去做的，就是你可以先跟妈妈说话，然后抱起妈妈，抱起的时候让到风沙这一个短短时间让猫觉得很平稳的，没有什么紧张的，之后把它风沙。风沙之后经常来讲他是 sit， 但有一些可能他会走掉，就叫他再过来再坐。坐下之后其实你手上是有食物的，就给他食物，但是食物之前要怎样 sit， 给他食物抹一抹他，其实就像训练狗差不多，不同的就是听多一次 sit。 心音是少很多的。然后趴下也是一样，当他做了 sit 之后，就可以完成了 sit 这一个动作之后，就可以去做趴下这个动作。趴下也是了，他是 sit 的时候，就也是食物从上面开始给他的，一直他可以闻到他喜欢的食物的。然后这个时候有可能需要主人的一台身体语言去做，就是也可以。食物在这里，然后一只手去按着它，你可以按它的后面，然后食物就这样按它的后面，可以不用太大力的，然后就这里慢慢到它鼻子之后，再滴到它的这个胸的位置了，然后就这样拉，把手拉后，猫按着猫的手不要动，就是这样子。差不多的时候，那就是给跟他讲大气了，就是这样子。其实我们现在气温度，268摄氏号，爱宝附件。啊，我是台湾动物保健协会的理事长，第一届理事长。好。
就介绍到这边，然后我们先休息十分钟，然后再回来，讲座这边 ，OK， 好。啊，如果要到隔壁那个参观也可以，隔壁那个就是卖场那边，好。啊，还有问，还有stop，这个养生饼干哦，完全都是草本的，它这个是顾眼睛，它不止在我们。主人啊，也可以和猫狗分享。它这个是低盐，还有低糖，还有低纤维，那四果是蛮不错的。如果当主食也可以。啊，这个是全台湾省是由天一药厂研发出来的，它四果是蛮不错的，你可以试试看。花也可以，就是彼此分享。其实今天是用人人吸小狗狗，试一试看刚才我们讲的 command 好吗？那现在其实你们可以看到的，其实人人吸狗它是有一些很紧张的，所以就是我基本上我就是我讲他们的角色，不然的话他们其实我都说在一个生完期里面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可以看到他们紧张，然后就。张老师拿麦克风。我把这个爱龟，这个龟啊，麦克风，呀，应该是调的，调啊，无来，会当调。你，哦。他不是你跟他讲，其实不用，因为其实我都说过，其实在狗之间不什么狗的话，他基本上就是有些很好聊起的，所以整体比较用力的把它拉，就是整体他不走，就整体尽量让他动。就是尽量让他跟你的距离，让他跟你的距离不要太远，所以一直不希望把他同伴维持在你的就像没有声音，没有声音吗？只要他听的那个比较轻的，他都很过了。其实结果很简单，可以解决。然后就是 sit 的话，因为你没有人去的话，我们可以用那个叫做 restraining 的，叫他 sit， 就是你。因为今天他的主人没有带你去，所以刚才我是教你用你去。现在我们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 restraining。不好意思，我讲错。就是 restraining 呢，就是醒的训练。醒的训练就是他我们可能有一点点的加一点点的力去让他去听我们的指令，就是这样子。好，谢谢。好，他的主人已经做了，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这样子，让他在你的方一个范围，然后让他做这个时候就我们用这个手去跟他讲 sit， 就是这样子。然后你的神经不要就是这样，他不做的话，然后就这样子，都是我跟孩子坐下还是坐下，也可以看到主人怎样，他就坐下。其实这也是另外一个方法来训练狗狗的。所以他已经跟他主人讲，他已经是坐下。如果是哄的话，也是这样子。你直接拉住他的神经，不要让他放开，不如我拉住他的神经，叫他坐下。好的，坐下。Good. 听他讲什么给？然后 sit， 坐上，
等等叫什么？因为等等，你跟他讲讲，等等，是不是？好吗？等等啊。你可以看到他主人其实把他训练得很好，他没用的同样是等等，所以他都是等等。我是个等等，然后等等。就是这样子，然后，你们有没有做荡肩的姿势？荡肩，荡肩，趴下，趴下，对对对，也可以试试。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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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这一只狗是好是好奇心重的，如果想让它用一个比较高的语气跟它讲话，它会比较娴熟的。等等哦，我走。所以你刚才不举动不是吗？就是怎样解决去抱他，他
他也可以很好的。所以我刚才说跟他去玩的时候，你可以去抱他，然后就跟他讲一块，如果他没有，他有剪指甲，剪指甲要对，这是我要问的。然后你可以看到我就是这样，一般就这样抱着他，然后好谢谢 ，Thank you，Thank you。就这样，然后可以压，也是，如果是主人的话，可以用手去压它尾巴这一个部分，不用太大力，所有动物只要你轻轻去压这里，它都可以坐下。可以看到它已经是坐下了。一般来讲，有一般以上的猫可以坐下，但是有一些是可以走开的。所以这个时候主人就要，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个空白？让它在主人的范围以内，就是这样子，然后再跟他讲，你可以给他零食。他已经是做，谢谢，给我了，谢谢。然后就给他食物，跟他讲 ，sit good。哎呀，他们吃。你介意我再给他吗？不介意，不介意。对，就是这样子。其实基本上，如果你的，他是个天才，他已经已经包给你自己的玩具。所以其实就是，如果这只猫我可以试一试，就是如果它还是坐的时候，你的零食在你的手的另一边，要让它闻到你的食物。然后就这样把他前手这样拉，轻轻的拉过来，也有可以这样子，就是按着他后面，跟他讲，让食物怎样拉过来，怎样去训练猫猫。但是他已经很好了，当然所以不用去打扰他，其实他很好。谢谢，都可以，没关系，都能够。很爱吃呢，他就很贪吃。嗯，不好意思，没关系，不然我剪好了。没关系，那个不用。OK， 没关系。所以看到，其实训练猫不是不可以，猫是可以训练，但是重点是你要肯定你家的猫，如果它就是这样子的话，其实是很好的，因为就是我刚才讲过的。猫的五个星期里面，它跟人的互动是很好的，你可以看到。而且我一直刚刚看到它进来的时候，它一直都是它主人的围巾啊。对呀、啊，其实很舒服的。我有一只狗啊，它也是这样围着我，但是哇，是很舒服的。你们有时间可以试试看。其实训练的部分就是这样子。如果你们有问题的话，可以提出来，看看我们可以帮跟你们讲一讲。你们有什么猫啊狗啊的问题吗？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刚刚你说如果是狗你要处罚它，就是你主人离开放它一个人 isolation 对它来说是最处罚，可是如果对猫咪呢，如果你要猫咪没用的，我什么都好，让它觉得它被处罚。不好意思，我是开玩笑，因为我都说过狗它是一个 good animal， 它是团体的，只要它来到你的家几天之后，它适应了这个环境，那就是你它要每天做一件事情，只要它认同你是它的主人，你是它的老大，它做每一件事情，你可以留意一下它要你的认同的，所以。你 isolation 它就是最好的方法，但是猫猫不一样。我都说猫基本上，它是单独孤立的。孤立的话，那就是它基本上我是需要一个老大，但是我孤立的时候，我不要老大在我身边。所以重点就是这里。而且我们训练猫为什么可以去，我们说的去就是零食，那就是要让它轮转到，比如你说 sit 的时候，它就会 sit， 因为它想到的是一个。说下去，这一个的 command， 就是食物让他联想到这一个 command， 所以跟他讲 no， 然后找他去，有什么所谓？我基本上你可以发现，他有时候要过来就过来，不过来就过来，所以你这个 no， 走开，其实用帮助不大，但是要这让他听懂，就是 no 这一个 command， 你可以试试看。然后还有没有？猫的分离焦虑症啊，听不懂。分离焦虑，这个猫的分离
知道你的妈怎么。你比如你出门之前你会做什么？就是告诉对方，就是我要出门了，然后大概几个白天后回来，几个白天，三天后啊，他们才睡。你的意思是，如果你的妈有这个 several anxiety 的时候，因为我常去做，对，所以常把它送到不同的地方，所以它已经不会咬了，现在会咬了。这已经，我觉得你能不能讲尝试一点？他之前是有 separate anxiety 的，可以肯定。对。然后几天，怎么把它分开几天之后？我刚认养回来的时候不会咬的，但是现在会。那对对对，那我观察后的情况，就是因为这是送他到宠物医院，我没管，没有新的，还有猫的。哦，因为你经常在家。对。如果这样子的话，你经常不在家，但是你可不可以肯定旅馆的人怎么对他？还是一直把他关在笼子里面？还是吃饭的时候会怎么样？其实，有一件事情你要做的，如果你真的没办法在家，每天都怎样陪他的话，你要送到旅馆，你要跟旅馆的人讲你的妈有症状，跟他们讲，然后不要尽量不要去打扰这只猫，经常来都不回去了，吃跟食的时候，然后回家的时候，但是你不知道病会怎么久，我觉得他应该不是很 separate anxiety， 30多个月把那个飞来过去。可是他只咬我，他不咬我们家人，只咬我。我想知道他咬你的时候你怎么对他，你能不能成功？我孩子有教我，就是有很多的方法，比如弄住他嘴巴往后啊，或者是就是站起来不理他，就像你刚才讲的，站起来不要理他这样子。其实我要给你的意见就是全部都停止。因为如果他咬你的话，他已经是有一个恐惧，就是一种害怕、恐惧，他是对你的。对。那就是我刚才讲的，其实他只是对你害怕，他不是放在你口罩里面进，他不是怀疑。所以你现在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不要再做刚才你跟我讲的那个都没有做。对，然后你家里面有没有男的，他跟妈的联系是比较好。妈跟他妈的互动是比较多的。哦，给他吃东西。是你给他吃的吗？是我给他吃。是，但是重点是因为你的猫其实现在一看到你，他就可以养成一个乖了。不是，他不是说看到你就攻击，他是比如说你摸着摸着，他就突然咬你一两口。对，猫都是这样。我知道那是正常的，就是他的咬的方式很狠在咬你，但不是那种。是在跟你玩的。我现在明白，其实你的妈不是 separate anxiety， 也不是讲在攻击你，她是过来之后要你摸她，摸一会之后她就咬你。No， 是。你妈妈后面从这只猫本来都不会咬人，非常撒娇，可是因为常常送去别的地方之后，我才认养回来三个月，一月份开始养。二三，现在才三个月嘛，对，那在这三个月里面，因为我送过三个地方住过，后来我发现他会咬人，脾气不好之后，我就开始想办法让他待在家里，我想办法请我朋友来我家里喂食物给他，就不放到别的旅馆去，对，那我发现他从旅馆回来之后，就是在三月份开始会咬人，但是在三月份之前并不会咬人。而且只咬我，不咬我先生，不咬我的小孩，只咬我。因为每次去旅馆都是你带他去，都是我，带他去打针的也是我。他生病也是我带他去的，所以对他而言，我是一个很重要的女友，对吧？对，所以其实他对你是有一种害怕，但是有一点你要停止的，就是刚才你跟我讲，你会怎么对待你的妈，都不要做，对他来讲不是这样。做一次就不敢做，因为他会咬。对他，其实他也不咬你了。所以，其实你是在我们讲的时候，你是在加强了他去咬你，明白？因为其实你怎样讲，怎样对他，他去咬你，然后你是不是已经放手？不可，你已经没有再怎样讲，是不是？他咬了你，这你不回他去，所以妈就会学到怎样对你，你就不会离开的。他从你这一个动作学到了这一点，所以你现在要做的真是我们对待动物只能给食物，让它慢慢慢慢。但
但是还有一点就是，比如说现在你已经不可以把猫带到哪里去，其实猫带到旅馆没问题，问题是，可能旅馆比较磨难还是怎么样，在夫妇类的还有点点，但是这个问题就我们没办法去追究。你能够做的事情就是你自己看到猫，你都预备一些仪式，但是你要明白，这些仪式是你给他的，不要。不是别人用的，是你给他的，让慢慢慢慢能想到是很好的。而且还是你买一些玩具给他玩，有一些呢玩具是别人的，他很喜欢我，我走到哪跟到哪里，我一出门他会在门口等。但我不晓得，就是你如果跟他坐在一起，如果一直没有陪他玩，那么他就开始会咬你，攻击你，从后面咬，从前面咬。是，这是一个配合关系。其实这是小猫才有的，慢慢大了就没有。但是如果你不把这一个的动作去让它改过来，大了之后它就变成另外一个。哎，怎么改变了这个？其实就是它玩了，哎，但是不是因为我不可能从早上玩到晚。不用不用不用，每天跟它玩不是一样。抱猫呢？抱猫，牙买加的那种抱猫一样。我可以跟你讲，抱猫。爸妈也是很强的，所以你们里的每一个人有空时陪他玩，是真的陪他玩。比如有一些人会买一种是红外线的那种点点，他不玩，叫他去玩，你可以去教他。但是在玩具方面去买多一点，让他有兴趣的。其实猫不玩，狗不玩没所谓，重点是主人要让他有兴趣。我们怎么让他有兴趣？就是用食物，食物就是最好最好的用具了。所以你要有你专用的零食，就是这样子。有的买。不是你的零食是你用的，不是他们用的，是你专门用的。他们是这样问题。就是我家人为了心啊，就我的为了。就是你要让他明白一件事情，我刚才一直讲，你用的训练动物的零食，尽量不要在平常跟他玩的时候出现。现在你要训练你的猫，就是对你的恐惧慢慢慢慢的减退，就是一直讲的减退。所以你要有一些他觉得是你才有的零食给他，比如我家里面有十个人，啊，另外的两十个人在，不能就。就是啊，你就是要给他一些零食，比如你平常都给他的，再买一些干渣啊。因为我先是训练，因为他不给抱，我先是抱着他我才喂零食，所以他现在可以给我抱，然后吃零食。已经好了。是的，对，是的，握着他的手，这是没问题了。但是他还是会有咬你这个动作，所以我比较想了解。你能不能告诉我他是怎么咬你？他就是这么大口的咬。我的意思是，他什么时候咬你？是你抱着他的时候。他看着你，就像这也是一个行为来讲，他其实看着你猫，其实很简单。他去捕猎的时候，如果你可以留意的话，他捕猎不像狗一样啊，他可以感觉到你，其实他是个配合的时候，就是去玩。他咬了你之后，他就转开溜了，所以没有，他一直在那边咬我。然后。他咬不到对吧？他这边咬不到，现在从后面咬。对对对，那如果我陪他玩了之后，我要打电脑，那呢他就会从后面咬我，那咬不到又变咬脚。因为他想你陪他玩。是，但我不敢从早上陪到晚。我的意思是说，不一定要每天，不一定是用很多时间，只是用十分钟、几分钟陪他玩就好。可以的，有。你先告诉我你以前用过什么方法可以改变猫的这样的行为，你的经验就好。就是你陪他玩了。但是因为你是爸妈，爸妈的 energy 很多的，所以比如你陪他玩多少时间？半个小时以上。还有我们家有花园，所以我是放生的，他可以在花园玩，那他自由回来。半个小时。对，那花园开放两个小时，他自由回来。陪他玩的是什么的玩具？逗猫，还有那个隧道，他喜欢玩逗猫跟隧道。对，他跑来跑去。那你不如试试看，有一种叫做 scratch pose。因为你养的猫比其他的猫的能量很多，因为它豹猫它是怎么出来的？其实它真的是从野生的猫慢慢纯化过来，而且今天你们买的豹猫已经是纯化到第六、第七、第八代阶层。如果是一个有 certificate 的，它就是已经几代几代之后，但是。这个野生是他本能有的，所以你要陪他玩。而且这一个其实一个问题就是，他的猫还是几个月大，是 energy 跟他的能量
加更加多的，所以你陪他玩也好，怎么样也好，要给他的玩具更多，因为让他去发泄他的体力，所以只能这样子慢慢一步一步去。因为你自己其实已经做到了，就是已经改变他不害怕了，但是因为你是他唯一能陪他玩的，所以就是这样。就他把我当玩具。你不要了，你还要选一个就是 low， 让他知道，可能因为我听你讲你在反建的时候，可能他就是怎样怎样怎样，他其实你知道你用怎样讲，你也是加强了他一个的方式，就是原来他怎样，你的时候，你就会陪他，所以你要学到那个 low， 忽略他这个动作，可能而且你要学的 low 怎样。就是生活如何，他很怕的，但是
小，可以把它训练的亲人嘛。但是我想问，你说我们妈的说妈的妈妈是领养回来，但是她很难小怕人，但是她跟你都是同住在一个房子。哦，对对对。但是她有没有一种啊？比如她很想你去抱着她的人，没有，一点亲近都没有，完全没有。那只能讲，其实是真的，每一个人去那个时候食物，每次用食物去养她过来。那他不爱吃。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他跟你们，就是他跟你们的互动当中，妈妈比如，你的妈，他知不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我知道。他想知道，比如，你叫他的时候，他有反应。有。这个时候，如果你叫他有反应，还是用食物包给他，让他给你的反应多一点。因为其实你的妈是很难过来的，她就算有什么问题，然后她已经学了某些事情，就是只要我会去努力了，就应该没有什么反应。但是，所以你就是要让她多亲近一点，就是试着去让她互动。但是结果不一定要成功，其实我也是在找一个看这个，我只能跟你讲，就是去多跟她互动。她知道她的名字，你知，但是你知道怎么知道你的名字？叫他们就叫他们，就给他，然后就后来训练就是摸他，然后没给他，又给摸了，但是只能摸额头，然后会躲起来。只有要怎么去接，不给他一些玩具。其实有些玩具，比如这个的话，可以试试看。就是我觉得也是很好，就是我们去买一些，或者是他们。其实他不跟我玩，他跟你玩。他自己玩，然后我们过去了，他就跑，就是躲起来，他很害怕。对啊，然后你跟人家讲，他只能慢慢一步一步给他过去。其实可以知道的，比如在他玩的时候，我去看着他，其实他如果身体还不怎么样，他的脚步还是弯弯的，其实也是大概是走的。如果你看到整个手这么伸，他这个动作出来之前，如果你是。叫他再过来，再跟他玩。所以目前做的这些都是对的。对的，因为他已经是一个被弃养的猫，所以基本上没有竞争。但是因为猫其实从他也是可以从他的日常生活里面去保护他自己，所以也是很好的一种保护。好，其实不好意思，跟你请教一下，因为像我们是月初才帮猫买的背包，是月初的那个从背带背包跟一个那个刚刚你看到那个胸背。那我们有发现就是说，像昨天带到一个比较有坐车坐比较长的时间，大概一个小时。那到了目的地之后，它是一个森林啊，就是那种吃饭可以逛，就是吃饭可以休闲的地方，这森林里面的一个吃饭聚会的地方，那我没有把猫放出来，但是它就是会穿着胸背之后，它还是因为紧张会有点要逃跑。那像这个是不是在带它出来的这个时间，是不是要慢慢训练它这个的时间跟做什么训练？因为有什么事情呢？就是第一次吗？这是第二次，比较长的时间，长途来讲是比较。Okay.
因为它是用它就是它们那个动物之后，它会很类似很专心的那种感觉，就是说没有很类似很焦躁的那种感觉，那个动作。其实你现在派下的教养，就是因为他去了美容集，他在外形里面，他感觉到安全，所以他还是在去分红去适应这个地方，所以他没有去嘛，就是这样子。只要你的宠物不是每天跟你出去的话，你就要只要从 A 到 B 不是每天只能做的话，他还是我觉得今天。A 到 B， 这个星期就要从 A 到 B， 这样对他来讲，每一次都是新的感觉，所以你要慢慢来。所以每一次带到他出去，你们要买的都是也是他喜欢的东西，就是这样子。而且有一点就是零食，这个你们要分等级的，要分等级的。比如其实你们可以知道的，有些猫特别的一些饮料，什么小小的。是特别喜欢的，有一些是绿色的，好像是红红哪一种特别喜欢。但是你要知道他最喜欢哪一些，你下个喜欢，第二个喜欢起来是怎样来说？比如你觉得去太长时间的给他最喜欢的那一种，去短的时间就给他喜欢的那一种，就是这个。因为用零食才可以，首先重点是他到了这个地方，要让他安心，他回去了。那我们在车上可以放他出来，在车上好好在我们在开车的时候、他如果说因为一般是我们会装在箱子里面，对，那就是说就是在开车的时候他可以在车子里面让他跑跑。那这个要看主人怎么样，如果你允许的你也可以对，但是要有一最好就是你推他，比如那个 SPAS 在后面的座位，对不对？有可能他怕的话，就跳来跳去。这个因为猫都知道跳跃力是给狗常常的，所以如果你要肯定你是安全的，开车的时候是安全的话，你可以怎么做？但是后面最好还是有一个他可以跟他互动的，多留在那就好。对，也是也是不能伤他。了解，谢谢。Thank you.
是很喜欢的，就但是整身也是没所谓的，不喜欢他就喜欢的，就是他比较喜欢就好。然后其实这个动作是比较
知道你要不要，然后跟他讲诺，明白？然后就把他们分开，分回去。就是你要做什么，要把几个动作有做好，诺也要十个动作，这样子来让他们知道，只有这种，他们才知道，而且在吃饭的时候要给他们讲吗？要听你讲吗？才能吃。比如他们知道去去大便、小便的时候，叫我们回来吃饭，是不是？别一年没改变，就是。要他们信，然后就是，然后我就在叫他吃饭，他们不吃掉。OK， 然后吃吃完饭之后，再而且你先不要去试试，但是要去试，你要肯定自己安全才可以去试的。就是在吃饭的时候，有没有试过拿走他们的碗？没有，还是不要试。在一步一步。哦，你说他们在吃的时候，试着拿他们的碗。有些人没有关系，我有时候会，就可能我还要想说，哎，我还有什么东西要给他们吃？但是，我刚才说比较凶的那一只多多，他要看他心情，他有时候他会，你在动他碗，他可能，他可能认为你在抢他食物，啊、然后我就会说你要干嘛？然后他就会不敢。对啊，所以就是，其实他们都知道你是他们的人，但是有一点就是，一直很凶的，可能一个小时的凶，他以为跟。对他很温柔，他就是不要跟另外那个狗这样子的时候，是因为他因为在脑海里面有一个很深的，很深的印象，就是他说，我是把他们全部找一找，就是这样。所以万一他们有在相咬的时候，因为有时候没有注意到，他们已经咬到那个蓝绳了。你的建议就是说我先用水枪把它射到那。这个时候我跟你讲，用水枪对他们来讲是。作用没什么，但是可能要用到比较多的水，因为我一直会，因为我们要站起来去打的，因为姐姐只要打了一手，你就用很多很多时间让我让他改过来这个习惯，所以你会用手。如果你的家是有水比较大的水，就开过去。要我那边有水很大水，就是可以用水就可以。用手，其实用手最好，因为没有杀菌力，如果你的关节很重要。他们怕几个人，也怕几机关，而且怕的不是几机关，可能最后有一天他连你家的扫把啊，他们都有机关嘛，他看到几个东西就可怕了，所以一定要紧急用水，就是这样。OK， 这个是我帮你，但是也不知道是什么，他只是知道哎是的，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们反正没有紧急。好，谢谢。还有吗？我在想猫，那我的猫咪它很黏我，那没什么大问题。就是我在洗澡或去厕所时间比较长的时候，它会在门外面敲门，然后很轻柔的叫喵。那我洗过长时间或者是厕所时间都长，它会一直到持续到我出来为止。对，就像我在门里面跟他说，我等一下就出去了，但他还是会不停的在外面叫我。对，他只有对我有这样的习性，那都对我老公不会。就是我想问，是不是你跟你的猫一般来讲在家是比较多互动，应该是比较多，结果就是刚才讲的，就是 separate and separate， 结果才是，就是分离，比较了解这件事，就是结果。就是一个基本的，他只是要只要你要离开他，他你去哪里他就不做了吗？这样子？我出门不会，只有上厕所。但是你每一次你做完，他不是每一次他做完你捞他就是这样子。其实只要慢慢的让他知道你还是会回来的，就是这样子。而且有可能每一次你开门之后，你可能就一发火一爆打，还是怎么样，还是怎么样？你会怎么样对他？对呀，这是一只猫。那不是很孤独吗？我它就是我的猫。所以每次它这样子，比如，当它一出门的时候，如果有可以的话，开门跟它讲说再关门，然后再不理它，不理它再开，因为我发现你的猫跟你的猫的联系很好的，所以无所谓的。也是可以，但是就是一步一步把它这个剪开就好了。
是如果延续他那个问题的话，应该会这样一直叫，是停十五分钟后再跟他们吵，建立关系。就是一起吵，是那个刚刚的那个。我没有，因为他是他一起叫，叫到他去听的。对对对。所以如果怎样解的话，其实就是在跟他不要理他，只要他看到你怎么样的，就不要理他，然后就回来。所以如果我刚出门，然后不要马上去摸他，大概隔十五分钟后再。十到十五分钟，这个时间我自己安排的，就是这些。还有吗？主人他们家里面有养一只猫，然后他们家就是过一阵子之后，就有另外一只猫的新成员进来，然后可是就是家里原本那一只猫开始就是出现了就是乱尿尿的行为，因为他平常在家里是就是会在猫砂里面尿尿跟大小便这样，然后自从新的成员进来之后，就开始会在床上尿尿啊，或是在别的地方尿尿，都没有在猫砂盆上尿尿。那这方面的行为问题的话，要怎么解决会比较好？是新猫，旧猫这个对，就是新的成员进来之后开始，他有试过就是用食物去诱导，就是在猫砂盆上面的，可是没有效果。但是我想问就是，新猫是同，都是没有，不是，就是有分开的，对。原本就是没有在用那个砂盆，就偶尔会用，可是就是会也是会用，可是会就是多出来的那个会在床上尿尿，或在别的地方尿尿这样子。只要一个玩具而已，所以结果主人要清楚，好不好？因为结果我不知道的，只有主人知道他喜欢最喜欢的是什么，他最喜欢吃的是什么，就是这样子，好不好？但是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要不好意思，再跟你请教一下，那个猫咪它本身要吃干粮的部分，还是吃就是水煮的？因为现在有很多都提倡要试吃，可是有的会用主食罐，那有的是说我去市场买鱼新鲜的鱼回来自己煮，可是有发现那个猫咪都不吃，刚开始会吃，后来全部都不吃。这个问题很可爱。为什么？其实是这样子的，猫跟狗的 taste bud。味蕾不多的，所以他们吸气的时候是用鼻子、鼻嗅觉去感觉这一个食物，而且。
些工程，他说有些人去他给他肛门还是给他光头，剪辑其实这不是主人决定。但是如果比如猫，现在讲猫，比如你基本上一直都是给猫吃光头的话，夫人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不吃的话，你可以把这个光头去弄热，把它热一下，让它的味道比较多一点，让它去吃。如果你发现它真实不吃的话，可能它真的是有病了，那就带现在它去医院兽医那边去检查一下。因为其实动物跟我们一样，其实年纪大了一点，它的感官是会弱了一点的，就是这样子。所以你给它什么食物没所谓，重点是你允许它吃的就可以。但是如果发现它经常是这样子吃，没问题。夫人有一天慢慢改变，越吃越少，还是越来越没有兴趣的话，带它去看一看医生，会不会是有什么问题？如果没问题的话，试试把食物加热，只要它不吃，就是这样子。而且有一个比较强。如果发现它没有问题，也可能是你真的把它宠坏了。那它不吃的话，把食物拿走，没所谓。我不吃一两天食物都没所谓，猫也没所谓。但是只要它吃，你就给它吃就是了。而且其实是的，我发现你们也有一些人是这样子的，一天24小时都会把猫人狗人常放在一个位置，其实这是不好的。因为他这个很容易让他对食物的那一个兴趣慢慢没有了。为什么我的狗其实还好啊，但是一个星期之后他就肚子饿就来吃人口，没什么味啊，经常都有，我都很在乎。所以他吃饭的时候就给他吃饭，不吃吃完就拿走，不要一直24小时这样子。而且其实就是你给他吃的是肛门，其实24小时这样放也是不干净的。我们都是水就要24小时给他食物，你给他吃的时候就给他的就拿走。而且如果你有训练狗的话，其实你会发有时候他宠他，这个食物很快很快他就不要的，所以不要这样。好，然后没有。还有其他问题？如果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讲座。我们就谢谢，然后就离场之后，把那个市财政交给后面那报告处，然后顺便领那个电子书。好，拜拜。